今天下午又出了一个新的挑战，叫做哥布林守护者挑战，咱来看看怎么打。这次挑战呢，打法比较单一，也非常好上手。来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在地图上方下永王，然后记得把永王调成对地模式，后面跟上五个天使。接着第二步，我们在下方这两个城墙的小缺口处各下一个超级哥布林，探一下陷阱。这两个小哥布林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直接探出了一堆陷阱。接着我们拿五个超级哥布林打掉这个部落城堡。哥布林走到部落城堡旁边时，直接给上一发隐形法术。隐形法术呢，注意不要盖到建筑物的一半，否则就把要打的目标也给隐形了。好的，成功打掉部落城堡后，我们拿剩下的超级哥布林一股脑下出来打掉里边的大本营。同样，哥布林跑到大本营旁边时，再给上一发隐形法术，让他打掉大本营就好。 OK， 成功爆掉大本营，我们就准备下大部队了。上面的永王还在打剩下的这个地狱塔，我们不要着急，等他打完这个地狱塔我们再下大部队。好的，永王成功打掉了地狱塔，我们在阵型的右侧直接野猪一字滑，后面跟上全部的英雄猎手，然后永王直接开启金身。在永王金身的加持下，野猪完全是猪突猛进的状态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手中的治疗、狂暴和毒药等野猪跑到阵型另一侧时，一股脑全部丢完，然后这样就基本顺利拿下了三星。手里剩下的两个小法师可以丢在刚才没打掉的这两个资源罐旁边，让他们去收个尾。接下来还会有哥布林蛮王挑战以及哥布林分队战神挑战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每次挑战出来后我会第一时间更新三星教程。如果本期教程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个赞哦。